蔡老师，我们今天要去干嘛？去给人家 notice 要领证。哈哈哈。还不是领证，是领证前半部。Later。好。之后呢，我们去到那边，人家说我们不是在这个区住的，所以就不可以在这里住。最近就亏了70磅，还请了半天假。没事，我。请假出来，是个小分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来吃高油葱油。我美吗？美。我帅吗？哎，你觉得我这样用这个当头巾好吗？去迪拜，去迪拜，可以，不用装。可是。Royal China 的烧鸭、豆苗、烧麦、春卷啊，羊。不是吗？嘿嘿，热吃的是吧？和这叫什么 ？Oyster pancake。嗯，更好。给大家看一下 Selfridges， 我们现在吃饱了，然后来 Selfridges 逛一逛。我刚才买了一双拖鞋，要去迪拜 ，Emirates。This is Boy， 我们把 Boy 接到了，现在我们要带 Boy 出门。Boy， say hi， Boy， hi。这个是微胖 Boy 的胖，这个是 Boy， 这是 Boy。The next day。嗨，今天我们约了两个朋友来家里吃饭。一个是我很小很小就认识的一个男生和他的高中同学，两个以前来。1 hour later，就是蔬菜呢，我想做这个西兰花，这个是辣椒圈，还有就是很多蒜，因为肉骨茶就是要用很多蒜来煮。这是 broccoli， 就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喜欢吃 broccoli 吧。还有两种不同的 蘑菇，这个是 oyster mushrooms， 这是 shiitake mushrooms， 就这是生姜 ginger， 这个是拿来用来做那个串水。对，之后还订了一盒鸡蛋，这个呢是特意给道老师买的，就是道老师现在在 keto， 因为想要减肥，所以我在网上看很多人都是用 cauliflower rice 来代替这个普通的白饭，所以但是肉骨茶就是吃过肉骨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就是肉骨茶是非常下饭的，所以我就故意买了这个，不知道这个味道会不会像就是普通的白米饭一样。对，之后
我还买了这个泡白的五花腩，还有这个泡 ribs， 就是那个排骨，就是很多很多蒜，对，莴蒜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。赵老师前段时间，上一周吧，订的从一个 butcher 叫 HG Walter， 就这个是上个星期赵老师在一家butcher 买的，听说这个 butcher 挺有名的，是他老板介绍的，所以这是一个 ribeye steak， 所以我们想要可能分一点点给纳豆，这么点点吧，今天给纳豆，剩下的就很像 side dishes 一样给我们大人吃。对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this。就是我们用有一些肉骨茶是味道是不同的，那我有吃过这个奇香，这个瓦波标，这个还有就是这个 A1， 对，我就吃过这三种，但是怎么讲，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吧，所以我今天因为是奥斯卡来我们家吃，所以我就选用他妈妈推荐的这两个吧，那就奇香吧。Hi guys， 说中文吗？可以啊，中文、英文都可以。大家好，我叫奥斯卡。我叫 Emily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 Jenny 的家，我们一起吃晚餐，吃肉骨茶。Okay，show you guys。Okay. Can I? I can flip while I'm recording. Yeah. Okay. Show you guys the process. 你现在在煮什么？这个是 M 五做的茄子。茄子。超香。就这个是笋 ，asparagus 炒这个 mushroom。我们里面这边有肉骨茶。这个是肉骨茶，放不进。Oh my god！ 我还准备了油条。我这些食物呢，纳豆是不能吃，纳豆 boy， 我自己也是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， please subscribe， link in bio， and link in description。对，大家也 subscribe 奥斯卡的 YouTube channel。Okay， so this is the final product。放一下小碗吗？小碗。小盘子啊，拿四个小盘子出来就。哇，好大份啊！我的天啊，没有很多吧？很多。